接触这些朋友的分享这样子。那、等下听同学分享之后，你就可以吃到好吃的便当就开始。开始还有就是，在读经班如果是多元文化经营的，如果有活动的介入之下，会带动我们家长跟小朋友的参与感，所以拍照跟摄影的成果也会让多一些人看到我们的不一样。读经不只是读经，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会有一个舞台，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，为我们读经班多尽一份心，多出一份力。像本身我们因为读经班的那个摄影组，其实本身除了后勤之外，其实还有五到六组这样子，所以也就是像我们拍照的部分啊，就是我们有聘请一些老师，就是帮我们上课，那就是帮我们讲解，就是单眼拍照要用多元的技巧跟怎么去使用。像拍照摄影的部分呢、拍照摄影就是说我们。像我们拍照不是在班前啊，就是说执行官他如果在开班前，那么准备那个桌椅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会帮他做举行。还有小朋友在递毛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在旁边就是放他们的表情啊，跟他们的一些动作拍起来这样子。还有一些活动，比如说老师上课前跟上课后，或者说小朋友他上课前的那个认人态度啊，或者是说他下课的时候。他们在玩耍的时候，他们透露出一些天真自然的表情，就是我们会发很多些画面。就是说，我们身为摄影，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间，就是可以帮他们捕捉他们最自然、最天真的表情。对，所以我们虽然我说我们读经班有很多工作，就是每一个都会做，然后就是我们，就是每一个人是会发挥我们自己。学到的东西，对。那像或许就是想要分享，或许就是从以前啊到读经班，有些成长的故事。像本身或许其实是很感谢我们班主任给我们一些读书的环境。像本身以前或许在小孩子大概2岁，我们老大2岁的时候，其实或许本身是很排斥来读经班，因为。像社会法的，我们就是在读经班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做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小孩在读经的时候，我都是躺在旁边陪读。像我们爸爸在旁边，可能就是没什么事做。然后，其实说实在，在我们读经班上课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觉得很无聊，因为我们是一直反复在读这个读经嘛。然后，其实我们那天工作下来的时间啊，其实很长。然后我在还有一个礼拜六时间陪小孩子来读经，其实说实在是很累。所以一开始，或许就是很排斥，但是因为在或许的那个安排的胁迫利诱之下，才勉强去上课。可是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主任啊，从那个校长先转正这样子啊，一开始抬桌椅啊，还有。拍宠物啊，什么都是自己来，然后手机拖地都是自己来。那也感谢江老师，就是他就是提供一些，他就把我们一半的工作把它分成很细的部分，所以就是我们慢慢才有所谓的执行官、摄影组，还有一些什么点心的协助，还有皮毛这些。像其实你大家看到后就是觉得很眼熟，因为本身后写除了是摄影组的其中一个，也是执行官的意义这样子，对，那对，因为后期在我认识他就是觉得说他只有一个人，跟这几个伙伴，那他可以把国际班啊，慢慢把他做大，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那所以就是后期慢慢的才开始跟着他在一旁，就是学习说如何当执行官，如何去拍照，还有如果说帮忙一些
有机卖的方法，也去帮助他们这样子。然后后续就是已经有这些服务的那个精神啊，也取得一张那个自贡的荣誉卡。对，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子，就是它本身不只是，我们可以去一些国家热点去跑之外，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个性质。对，所以就是本身后续很感谢说那个主任啊，就是跟这些伙伴帮我们，就是帮忙大家就是一起成长啊。像我们这几年就是看到小孩子啊，从2、3岁到像宝贵这么大的时候，他还是可能来这边，有机妈这边上课，其实后续是觉得非常感动，所以后续就鼓励说，除了母亲之外的妈妈陪伴之外，也是鼓励说那个爸爸就是也是至少能够像陪小孩子一起去读经，因为读经不只是读经，是读经可以让每一个人有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。对，像还有就是刚刚早上那个苏妈妈讲的那个新雅，就是新雅她其实第一次帮我们的执行官排队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是刚好候选是当执行官，那时候7点半我们就赶来游览的时候，看到楼上楼下都已经处理好了，那我们就觉得说这到底是谁帮忙排的，然后一直知道说哎，这是那个苏西雅小朋友帮我们开灯啊，抬桌椅啊，一切就是帮我们就绪之外啊，就是帮我们一切安顿好。那时候心里或许就说，比如说，其实这器官不一定是家长大人，其实小孩子啊，他只要有服务精神，可以邀请他加入我们的一些行列。所以服务的年龄其实没有限制，你从像子弟这么小的时候，一直到除了这样子啊，各种年龄层都是可以来一起来当志工。所以就是后续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为补习班啊，就是把它办多大，对，啊，谢谢各位。谢谢。